现在不行。吃完饭，小龙在家里走来走去，不知道做什么。小龙问妈妈：“我能和你打乒乓球吗？”妈妈正在洗碗。妈妈说：“现在不行。”小龙问爸爸：“我能和你下棋吗？”爸爸正在看电视。爸爸说：“现在不行。”小龙问姐姐：“我能和你玩游戏吗？”姐姐正在上网。姐姐说：“现在不行。”小龙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看书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门铃响了。叮当，叮当。爸爸妈妈和姐姐一起说：“小龙，小龙，快去开门。”小龙说：“现在不行。”吃完饭 ，after dinner， 能 ，can。现在不行 ，not right now。铃 ，bell， 打 ，to play， 回到 ，to return， 游戏 ，game， 不知道 ，don't know， 响 ，to ring， 乒乓球 ，table tennis， 下棋。To play a game of Go. 上网 To suffer the internet. 房间 Room. 做 To do. 洗碗 To wash the dishes. 电视 Television. 过了一会儿 After a while. 只好 Only.